这个鱼鳞蛋糕看着复杂，其实特别的简单，可以说没什么难度。先跟着我一起打发奶油。手速慢的同学记得下面垫碗冰，打发更加稳定。打发好的奶油分出一小坨，和抹茶粉调成糊糊，再把奶油一分为三，一份加一勺糊糊，一份加两勺糊糊，分别调成 DEDC 和 DEC 20阶的颜色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，春卷皮放进纯净水里泡三秒钟，铺一层太薄，铺两层刚刚好，中间的间隔要大一点，我这个就窄了，重新做了一遍，然后一层一层铺上去，奶油的颜色由深到浅，剩下的奶油用来抹面，蛋糕就做好了，放进冰箱冷藏一小时定型就可以吃了，真的非常简单，学会了就给我点个赞吧。